广播唔系一定要自己讲嘅。抽水唔系一定自己抽嘅。古波，我睇你登定系神。只要你有胆，逢星期六有我 Marco、Will、Kelvin、领兆一齐 Only One FC。一个人物，一个地方，一段古仔，组成我哋嘅香港历史。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有香港小学会同你讲人讲地香港地。まもなく2番線に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黄色い線までお下がりください。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广告的什么咩动车皮卡卡迪库那个，我终于记得了这个。什么来的？印度文的我爱你。哦。是啦，咁话说呢就资源就咁嘅。话说呢上个礼拜呢我哋本台呢、都唔系上个礼拜啦，礼拜二咋嘛，系囉。早几日啦。早几日呢我哋本台有另外一个呢喺瑞士山区制作嘅节目呢。咁呢有位主持呢就讲一样嘢，就讲话咩呀，呢、这个世界杯咁有呢、这个喺唔世界杯好嘢，世界杯吓、有几个地方有睇嘅。咁第一个呢佢讲嘅呢好奇怪地係讲我屋企楼下有个商场㗎。但嗰个商场呢其实严格嚟讲呢係冇得睇㗎，话俾你听。係啦，因为嗰个商场呢好得意，佢整咗好大个嗰啲叫做摆设呢，即係点讲呀，即係嗰啲公仔摆设。咁然之后呢就有个电视喺度嘅，但个电视系不断咁 loop 住体育台嗰个重播，即嗰啲时间嘅重播咯。哦，即系精华嚟嘅啫，唔系精华嚟嘅。时间表唔系时间表。嗱，我要讲一讲先，即系呢样嘢咧 ，FC 冇办法讲噶，呢度讲啦。咁啊，因为世界杯咧好得意嘅，呢、这个收费电视嗰边嘅体育台咧，佢一日系 loop 嚟 loop 去，系继续 loop 住咁播嘅。我狂 loop 啲波，系冇精华噶，炒冷饭嘅，炒冷饭噶，全部系。播足三个钟头，一场波播足三个钟头噶，原碟上咁 happy 啊，都烂好烂喎，精华烂剪喎真系。系啊，佢就系开波嗰开波之前，大家喺度分析，即系你见到阿黄兴贵啊何辉坐喺度分析，万能钟嗰啲啊，系啦。到呢个完咗场啦，完咗场之后呢跟住又会喺度分析啊嗰啲呢啲波点咁样。咁因为嗰啲 talking with lungs 同埋后面啲 barking with lungs 嗰啲系一样啊。係啊，冇错啊，就一路咁播返嗰啲囉。三粒钟三粒钟三粒钟。係啊，咁跟住啱啱好就係够钟开波啦。就係咁啦。咁如果你十二点去咪有机会睇啊。十二点去冇啊，嗰度熄咗电视。所以呢我想讲呢喺嗰度呢即係澄清返係咪澄清返係冇嘅。咁我哋今日呢呢、这个专题啦亦都係站间好玩人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全港有啲乜嘢地方係真係有得睇，同埋有得睇得嚟你可以食啲乜嘢去补充下自己啲精神能量先啦。係咪免费睇先免费睇。Yeah! 但係好可惜一样嘢呢港岛区係一间都冇㗎。大喎，系啊，我 check 过啦，时代广场冇得播啦，咁正常嘅时代广场啊，时代广场播塞爆个时代广场喎，唔系啊，因为时代广场咧嗰个发展商咧始终拥有另外嗰间电视台咧，今年争唔到啊，系啦，咁然之后世茂又冇啦，世茂又冇啦，俾呢、这个啊即系叫做唔知咩处就霸咗个地盘，就整咩睇波不赌波，唉，唔好提世茂，吓、啊，唉，唔好再提世茂啦，真系我都系咁话。咁就跟住你睇下先，铜锣湾仲有边个场啊？大电视，希慎冇啦，希慎冇大电视噶，希慎就纯粹摆几个小志强啊，唔系而家唔系啊，摆小志强啊，林元三同埋呢个大志伟咯，咁都好啲。双翼射球咧就系啊，就咁咯。立花兄弟嚟嘅嗰个，唔系立花李子啊，好似啊，啊讲呢啲嘅，诶立花兄弟唔系立花兄弟，立花兄弟讲呢啲咧。跟住铜锣湾冇啦，湾仔冇啦，金钟啲大场都冇啦，你唔会太古广场嘅话摆个大电视睇世界杯啊？跟住成扎独男咁样去太古广场睇，咁奇怪。跟住就特登上去二楼嗰度望下嗰间嘢系咪有个 sales 喺度 sell 嘢？会唔会为佢封场？会唔会为咗佢清场？系咯，跟住搞到被炒。嗱，跟住 IFC 又冇大電視啦，純粹俾人喺度 gathering 嘅啫。我就係 WFC，IFC 就變 WFC 添啊。咁所以你話全港島區嗱，你問埋東區嗰啲，我答你冇一個場係有大電視㗎。
太古城是冇的，南湾都冇啦，南湾冇的，杏花村都冇的，南湾有你入唔入啊？所以咧，其实我哋开始讲嗰啲咧，就由呢个九龙区开始噶啦。咁、啊、第一个咧系宝林嘅新都城系有噶，哦，特登咧就装咗个大电视，竟然系啊！世界杯之前有四个月咧，突然间咧成个二楼咧嗰度咧封晒路、哦，原来佢为咗装个大电视，哇，哇，咁抌本真系我都想咁讲啊！但系今次你快我，但系咧咁样讲啦，佢嗰个大电视装完之后咧，连个 food court 都冇埋，哦，跟住连个牛镇都冇埋，啊，系啦，牛镇都冇埋，喺牛镇个位啊，系啊，牛镇个位啊，牛镇变咗电视，对出啊，牛镇对出嗰度、哦，哦，牛镇对出变咗个电视，咁但系 food court 又点解冇咧？影响到 food court 咩 ？food court 上面啫嘛。其实系应该咁样讲，系叫 food court 对出，咁、那个位连埋牛镇嗰个位嚟嘅。哦，哇，我两层高啊，那个电视。哦，即系佢摆，哦，层领咁高啦，咁佢摆喺中间咁样就骑住晒两层。系啊，哇！嗱，我喺度谂紧，究竟世界杯完咗之后个电视嘅下场会系点咧？继续播新闻，送俾牛镇咯。播广告啊？播哦，我哋铺地板啊。哦，都可以。咁咧，如果大家去嗰度睇咧，咁仲有一个叫做咩官方精品店添，嗯，即系 FIFA 官方嗰啲，系、哦、啊，好似行 X 嘅商场都有，系、嗯、啊，咁所以咧，其实嗰度都值得大家去嘅。咁你既然系咁咧，嗰度如果你连埋食埋个饭都 OK， 嗰度我最近食咗一间 OK 嘅，咩啊？嗰头海王粥店啊，执咗啦，系啊，food court 系。仲有啲咩餐厅剩低又话？最近我有一个去饮茶咧，食过一间 O K 嘅。不过你唔会饮完茶之后走去睇世界杯，不过调翻转睇完世界杯之后去饮茶，可以试下嗰间。Acceptable 系啊，嗰间价钱又唔贵，嗰间喺嗱嗰个电视喺二期嚟嘅新都城，咁嗰间酒楼喺三期啦，咁行过去都唔远啫，系咪？唔远噶，都系几分钟路程啫嘛，咁嗰日咧就我同屋企人去食啦，咁尤其是佢个肠粉咧，好即系似即叫即蒸嗰啲咧。通常肠粉佢都系蒸，即系整好晒一碟碟咁样摆喺度，跟住你要嘅时候庆热佢嘅啫嘛。佢呢个系真系一即刻整嘅。咁我记得个春风得意肠咁样嘅，即系好明显春风得意肠咧，一定要新鲜整先食得到噶啦。系啊，当然啦。算我有啲孤陋寡闻，其实真系咩馅？春卷咯。哦，系啊。哦，脆嘅，食过脆口嘅。哦，我食过刺哥嗰间咯。吓、啊，即系佢嗰个原创者嗰间。嗯嗯。个春风得意肠，但系嗰日系食唔系好得，因为嗰时过年嗰排啊、哦，过年嗰排食，因为少少塌咯。哦，所以就唔系好得，未食到佢100%最强水准。嗯，系。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喺新都城嗰度，我自己站，即系今日咧，我每一個場我都係自己講一間嘅，費事咧太長嘅無謂啦。係，陣間講咗兩個鐘頭咪仲得了？咪咯，咁啊呢個 OK 嘅呢間，我覺得，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啦、嗯。好啊，好，咪跟住咧喺寶林之後，下個站係坑口啦，都有嘅東港城。會正常啊，東港城都有正常啊，你只要逢親你嗰個電視台嗰活動都係東港城噶啦，係噃，係咯，咁所嗰度有間啊嘛，有時有人嗌交噶嘛，嗰度有咩？买嗰啲电视剧成日嗌交啦，扯扯都喺嗰度咯。系啊系啊系啊，喺度、啊、追逐啊拉扯啊，咩嗌交啊追逐啊，屋企人嗌杀啊，围殴啊，买嘢啊，自杀唔会去嗰度啊，买嘢啊嗰啲乜嘢都喺嗰度啦，总之近啊嘛。OK， 但系吞枪自杀一定唔会咯。算佢唔会无啦借个场俾你做吞枪自杀啊！大家励志过你啊，做翻厂警啦，咪系真系街警都好啊！搞到唔系街警就俾人乱枪扫射噶啦。O K， 唔系我少睇电视啊嘛，而家我都少睇啊。嗯，同埋我睇收费嘅啫嘛，我唔睇免费噶嘛，而家好有钱啊！系咯，我连收费电视都冇啊。咁为咗世界杯咁装个收费电视都值得嘅。哦。唔系，我系为咗知有啲英超嘅，其实而家又收又费。唔系，我几惊你话睇完世界杯 cut 咗佢嗰啲。梗唔系啦，我为揾个理由啊。其实我系本来系为咗装英超嘅，不过佢无啦啦同我讲话送世界杯俾我睇。喂，咁傻啊？系啊。好。咁但系你哋唔睇英超就算啦，唉、哎，真系啊。啊，唔系 ，Kevin 会睇嘅。我睇啊。系咯。不过我最中意就系知识产权嘅。O K。咁啊，呢个吓东港城啦，本来有一间咧好值得推介俾大家食嘅呢个吉列猪扒嘅，但系点知咧好景不常执咗，就开呢个 Ruby Tuesday。哦，大家最知牛扒，路比星期二，仲要而家呢个路大比星期二咧，
啲質素差曬陰公。你竟然 get 到我想講乜嘢啊？露大髀星期二，我點會唔知啊呢啲嘢？咁所以咧，既然系咁嘅情况，可以讲俾大家听咧，去东港城咧最好去帮衬一间咧食分子料理雪糕。哦，系啦，嗱，原来咧大坑嗰间分子料理雪糕咧最近开咗间分店喺东港城。喂，大坑十坑口，系啊，但系46蚊一杯，所以我系未食过喺嗰度噶，我喺大坑食过，嗯，但我冇喺嗰度食，冇喺坑口食过。价钱一两间铺啲价贵过大坑2蚊，诶，但系就疑似方便啲咯，方便啲，咪计埋车费抵啲嘅，吓，对我嚟讲方便啲咯。但系车费，车费对我嚟讲吓食得噶，咁啊系，咁唔关事啊，其实 ，OK， 系时间问题啫嘛，对你嚟讲 ，you win， 对你嚟讲，你去大坑嘅时间系会耐过去坑口时间啦，哦，都系，无论你搭。地铁定系搭巴士都系啊！我搭巴士转到呕啊！嗰个咁偏僻，唔系佢去坑口咪 E22A 咯，咪 A29 咪得咯，咪话大坑啊！哇！你真系当我真系发达啊！真系吓，你嗰度10蚊嘅啫，去坑口，我去钻石山搭91 M 号。哦 ，OK， 都得都得。咁啊，佢最近我见到佢出咩啊嘛，焦糖炖蛋雪糕咪一个好出名嘅呢个系。其实我未食过啊，我都未食过嗰、那个，冇食过焦糖炖蛋，但系我食过嗰、那个咩益力多乳酸雪糕，好酸噶。但我想讲呢间嘢好似个 menu 成日转噶嘛，系啊，4个礼拜转一次啊嘛。所以如果大家要帮衬嘅时候咧，见到啱嘅就好去买，同埋咧即系我哋影片版会打埋个 Facebook page 俾大家 at 落去嗰个睇睇噶。嗯，应该要噶啦，呢、這个系咯。好啦，咁啊坑口之后下个站就将军澳啦。咁啊，大家以为咧就 popcorn 系冇啦，咁样咁 popcorn 系真系冇嘅。我楼下个广场嗰度有个大电视都冇嘅，但系将军澳中心系有噶。系啦，就喺 popcorn 嘅隔篱嗰个场啫。话时话，你屋企嗰头啲商场，我真系唔知边个打边个。哦，即系由我嗰度将军澳广场啦，有间吉之岛嗰度啦，咁跟住隔篱嗰度就 popcorn 嘅二期啦，咁嗰度咧就有间 Uniqlo 啦，咁跟住中间地铁站一搏就 popcorn 一期啦，咁再过条桥咧就系呢个将军澳中心嚟嘅。中心亦都系叫做咧，都系啲电视剧会经常出现啲嗌交场面咧，都系喺嗰度。系喺嗰度嗌交。即系你讲吉之岛，我又谂起啲伤心事。得啦，唔好再讲啦，唔好讲呢啲。不过你讲话商场好难分，我都同意。Exactly 系因为同将军澳嘅吉之岛有关。O K， 够啦，我都唔想再讲噶啦。唔系，即系唔系嗰啲商场系真系咧，如果分得清系真系一种技能嚟嘅。但我系住嗰度，点会分唔清啊？即系天水围嗰天乜村、天乜村，又分得清嘅一种技能嚟。唉，搞到咁样。咁啊，当然啦，去到嗰度有啲咩食咧，可以介绍一间咧，食呢个咧，即系喺呢个宝林本来有间牛镇，咁而家冇牛镇咧，喺嗰度有一间叫八重英嘅，都系食类似嘅嘢。咁、但系啲牛肉嘅质素咧，系即系价钱同牛镇差唔多，但系高级过牛镇咯。喂，靓好多啊！啲牛肉。咦？O K 喎，谂得过，但系唔系和牛啊？今晚去，今晚啊？你要请？太迟喎、這個！领少少请食牛，但系太迟咯，呢、這个时间系咯，唔迟啊！心唔怕迟，但系其实10点钟闩门噶咯，系咩？我哋赶唔切噶咯，得讲下少啲，咁啊系啦，咁啊嗰间嘢价钱就103蚊，即系起跳咯吓，咁同埋有日牛差唔多。同埋好似有咩呀，有啤酒同埋呢个雪糕。哦雪糕。飲食呀、啊、飲食。啤酒都飲 ,ok 喎。係呀、啊。咁难得喎、啊。我唔好啤。好似仲係阿沙希嚟嘅添。喂阿沙希。喂。係呀、啊。我帮衬过两次我都觉得 ok。有冇入佢 会籍呢佢冇会籍㗎。阿沙希我喺东京住嗰几晚我有次真係三更半夜冇嘢做我走去對酒店对面间 Lawson 买到罐阿沙希。我唯一一次喺日本饮茶饮阿沙希，系真开心。系啊 ，OK， 咁就咁罗神就值得帮衬下嘅，系啊，啱嘅。咁嗰度就嗰间嘢，其实都系睇完之后，食完之后先睇啦，应该系啦，唔会调翻转啦，系啦 ，OK， 系啦。咁就呢个就早你会早餐食嗰、那个、早餐食沙煲啊，你会我冇咁啊，喺呢、這个The Next Station
条颈领系冇噶。嗯 ，Talking Link 条颈领系冇噶，咁啊，所以咧去到油塘都冇，蓝田又冇，跟住到观塘啦。上海斗商场啊？系啊，哦，全日商场。其实呢个已经播好多届世界杯噶啦。系啊。咁啊，佢今年咧仲犀利到咧，特登咧将呢个六楼系书局啦，七楼嗰度咧系吉噶嘛，系吉噶。佢而家直头装修到啲酒店房咁啊，俾你即系当然要你每晚即系你消费咗一定嘅金额啦，好似唔知八千蚊，哇，咁就可以住嗰度啦。咁佢包埋有淋浴啊，有床啊嗰啲咩？睇波房喎，即系一间。唔系睇波咧，就喺大堂嗰部大电视睇。嗯，但有床咧，睇完即刻嗰度瞓。系啦，哇，仲有专人叫醒你，咁 happy 开工啊，咁 happy。有哇，仲要八千蚊，但系喂，但系买嘢唔使等得俾钱。唔系佢嗱，佢如果咧你要净系睇就唔使话去呢啲服务嘅话咧，就唔使钱都可以睇嘅。系咯系咯，要呢啲服务先至要吓，即系要即系难怪睇波个电视要喺 lobby 啦。唔系喺嗰个七楼嗰个位嘅中间位又话，唔系七楼睇唔睇到嘅喺间房度。间房好似冇电视喎，听讲话。哎呀，咁即系都要出去同人逼。我 get 到你讲乜嘢啦？佢喺大堂部电视都要出去同人逼。哦，逼完翻嚟可以早啲唞啫。系啊，七楼有个 happy room 咁解啫。happy room 有人叫床添，有人朝头早帮你叫床。啊 ，OK 喎呢个 gathering OK 呢啲 gathering gathering room 啊 ，yeah 啊咁咧，如果你有 APM 嗱，我即系亦都系咧呢个节目亦都真系咁巧未介绍过观塘啦，好彩咁啊，所以咧系啦，大把嘢介绍啦，系啊，所以即系我又唔想话拖得咁长，我哋自己拣一拣算啦。咁啊，我喺 APM 唔系介绍呢间，我介绍嗰间咧就系喺呢个四楼嘅。日本嘢，呢个泰国嘢，泰国嘢嗰间 O K 嘅价钱，即系其实唔会话好贵，你都系百零蚊到。我嗰次嗌咗个咖喱焗咖喱面包鸡，系啦，咁咧就系呢个简单啲讲就个兜咧整到成个鸡咁样，不过个兜咧。是用啲麵包整到成隻雞咁樣，咁然之後呢要食嘅時候呢就係、是、中間呢你自己切開佢，然之後呢就攞啲麵包就咁攬醬就食得啦。我即係農夫包啲 friend 啦，類似我仲以為係一塊挖空咗嘅厚多士，中間買啲咖喱雞咁樣。哦，唔係佢呢啲唔會嘅，呢間本身個嗰個集團佢唔會做啲咁嘅嘢嘅。哦，係咯。咁啊，跟住咧就所以你話嗰個泰國菜嗰度咧，就因為開到成十二點㗎，所以其實食完之後睇第一場都 OK 嘅。OK， 係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去就輪到牛頭角唔會有啦，冇商場，係啦，冇啦，工廠大廈啫嘛，有翠華中心咯。但係、啊、我知，但係翠華冇直播啊嘛，今年係今年直播嗰間叫銀龍啫嘛。哦，嗯，啊銀龍直播。跟住下一个站，九龙湾系有嘅，德福啊，德福啊，我预咗啦。但系德福就因为其实德福本身啲嘢咧，你话系咪话真系咁多好嘢食？其实好奇怪，德福我真系觉得呢几年啲食嘢嘅水准差晒。唔系好多铺头，但系好多间都系食唔落噶。即系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喺九龙湾翻工，嗯吓、啊，我冇喺德福食嘢。我记得你宁愿大饭都唔去德福。我系麦当劳 KFC， 麦当劳 KFC 啊，卡拉卡拉，个悲哀一啲。咁当然我亦都唔会介绍大家去食呢啲嘅。咁如果你话喺德福嚟计嘅，即之前有一间呢就食西餐厅嚟嘅。四郎。係啦，嗰间就。哇，四郎中晒福啊。以前 OK 㗎。我细个嘅时候食过 OK 㗎。你细个嘅时候算把啦。呢几细个嘅时候中福啦。嗰间嘢我望见个价钱牌已经掉头走啦。哇，嗰啲白酒攞出嚟唔暖嘅咁样，我唔会饮白酒噶嘛，名将嚟咯。咁仲有嗰间有一间咧喺铜锣湾，我食过几好食嘅一间食拉面嗰间嘢咧，牛角一堂啊，一风堂，唔系一兰三平安啊，三平安，我未食过，未食过啊，未食过，我上次个 friend 带咗我去食一风堂啫，哦。一風堂我未食過，一風堂 OK 喎 ，OK 啊， OK 啊，但系八十幾蚊一碗咯、啊。但系三平安咧就真系嗰間特別衰嘅。哦，系啊，都系要翻翻去銅鑼灣嗰先好啲、哦。但我想講一風堂咧，佢嗰、那個攞籌嗰、那個攞籌
等位等位等位嗰个好 in 嘅喎。个 system 系点？系啊，入可以入埋电话号码嘅喎。诶、欸，我佢打俾你嘅、啊、SMS。打电话嚟 SMS， 电话录音嚟噶，我电话录音嚟嘅，你到啦，就快到你啦、啊，你快啲嚟啦，仲有话咧，仲有几张台就到你啦，快啲翻嚟啦，你凑齐人数，快啲嚟啦，神圣礼跌啦，系嘅 ，Pepper Lunch 喺呢个头先讲新都城嗰度咧，系已经有呢样嘢，系有呢啲，系啊，系都之前都有啲餐厅。如果系咁咧，德福我自己个人而家呢个阶段咧，仲可以食得落去嘅咧，赤丸唔系，都系喺六楼机铺隔篱嘅。嗰间金满庭哦，哇！金满庭每况愈下咯，已经，但系已经系得翻佢噶啦，离楼状态咯，得翻佢噶啦，阴公。下面仲有啲咩粤斩嗰啲噶嘛？好似粤斩好似执咗，执咗啊！即系讲真嗰句，我去九龙湾打机，我都唔肯德福食嘢吓，好悲哀噶九龙湾。我宁愿行过淘大德宝嗰边食，嗰边点啊？嗰边啲嘢食系 OK 啊？鬼叫淘大冇直播又唔想大家行得咁痛苦咧。咁啊系，下嗰度有几分痛苦嘅啫。咪咯，如果唔系讲我大可以介绍 Mega Box 啊。如果唔系行去德宝食萨利亚都得啦。啊，都得。萨利亚嘛，萨利亚嘛，唔系啊，你 Mega Box 又去食呢个姨妈家私都 OK 啊。姨妈家私食马肉丸啊嘛，肉卷放题啊，系咯。任食唔嬲，抌$200落去肉卷放题，热狗餐汽水放题，汽水放题啊，饮到你屙。我点解觉得啲冷气好似冻嗰啲啊？可唔可以闩晒啲冷气？啊，我去，你继续，下一集 ，next station is 彩虹，但系彩虹系冇电视噶，咁正常啊，彩虹冇大电视都好正常嘅，没有电视怎么办？咁啊，所以再落咯，钻石山咯。钻石山而家就何记好似冇得睇喎、啊，有喎、啊，咪先嗱，呢、這个有冇得睇咧？我哋可以上网即刻 check 嘅。呢、這个咧正正就系嗱，呢、這个就我哋要点解要今集呢个原因咧，就正正系因为咧，我哋俾人误导咗，嗯，系啦，俾人误导咗 popcorn 有，咁所以我一定要而家先喺呢度，可唔可以帮我再插一次个耳筒啊？系真系今日啲耳筒唔知咩事。系啦，咁啊，睇下先，何记有冇咧？唔系今日经我手嗰啲姻缘线都系有啲奇奇怪怪噶啦。吓，但系呢个胶线唔好提啊！但系呢度啲唔系胶线嚟嘅，黐胶线。但系咪先？荷里活都系属于嗰个九龙仓噶。嗯哼。咁点解会有咧？我真系唔好明白。定系其实我哋又俾人误导咗咧？啊，这个嘛，台长，麻烦你帮我跟进一下。嗯，咦，唔系、哦，好似真系有、哦。望下先，感及佢啊！喂，有日牛啊！官网 loading。呢、這个连枝下踢波，唔系啦。咁梁陈发之咁大镬，哇！陈发之吓、啊，月光可能唔知咩人嚟噶，麻烦你介绍下。陈发拉个妹啊！妹添啊，妹添啊！佢个妹系陈法拉都棘手、哦，佢个女系陈法拉就似啲，我唔知边个啊，真系一啲好耐之前嘅香港嘅足球本地足球嘅员，本地足球名宿。O、OK、K，其实系真系有直播噶，咁场呢度睇，圆形足球场嗰度睇，喺入去，似嗰啲格斗擂台咧，一入摆两条友入去围殴嗰啲，佢话摆明整到好似马拉加纳球场咁样咯，哦，系啊。但系要混喺入边睇啊？唔系啩？唔系，佢话咁样睇。混喺入边俾人睇，混喺入边俾人睇就话，混入边真系似俾人睇多啲。得闲等两个面包入去喂佢。佢圆形足球场应该系睇下边有 schedule 好似踢噶嘛？有晒啦，全部都播晒啦。你睇三楼明星广场喂有、啊，一楼明星广场睇、啊。咁啊，荷里活广场我就唔系好熟嘅。一月光有冇啲咩介绍下俾啲听众去食啊？一咬。我都好想喺嗰边食嘅啫。哦，咁啊，既然系咁，你介绍下呢间，你讲嗰只牛沙煲沙煲啊，几钱啊？140连埋加115几啦，有会员卡免价一。哦，要对比埋牛镇嘅话咧，啲牛点样先？佢会新鲜过牛镇少少。哇、哦，嗱，即系我哋今日讲两间都新鲜过牛镇。唉，死味，新鲜过牛镇少少，同埋啲选择就好似冇牛镇咁多。咁但係即係其他料，咁但係佢有个 yogurt 飲食，哦 ，OK 喎 ，yogurt 飲食係擠 yogurt 飲食，同啲女女去一流啊 ，OK 啊呢、這个，
好啦，咁既然咧钻石山讲完，就轮到黄大仙就成个场死咗啦，冇啦。黄大仙中庙龙场中心，龙场中心死咗场啦。香港大龙场啊，霉霉地咁样啦。系咯，乜都执晒。得翻间酒楼，间酒楼都好似都残九壳咩？唔系，间酒楼系装修，苟延残存啦，系咯，装修。上次问咗个老细，装修、哦、百佳都冇埋啦。系咯，系咯，跟住到乐富，乐富肯定冇啊，我知。你死人冚家拎，哇！讲粗口啊你，好过分啊你！我觉得你真系唔系，我好憎人讲粗口。任何痛恨领会 the link 嘅人都嗌会嗌佢做 link， 系啦，就会嗌佢做冚家 link 噶。即系全家人都那么喜欢 the link， 系好啦，跟住到九龙塘冇啦。石硖尾冇啦，九龙塘得水母间嘅啫嘛。喂，又浸过喎，现场直播又浸过，免费足本 A 区饮奶，我自己都唔知道原来浸又再浸过。陈文定前日坏消防，前日啊，我妹无啦 send WhatsApp 俾我，佢话阿哥，有一成有水浸喎、啊，你带个水泡翻工。跟住水母间 round two， 唉，真系。跟住石硖尾冇啦，太子冇啦，旺角冇啦，新世纪冇，冇啊，新世纪同埋呢个咩啊，朗豪坊都冇啊，嗯，跟住就油麻地都冇啦，佐敦尖沙咀都系冇噶，咁啊，跟住到另外嗰边就深水埗、西九龙冇啦，冇，大家去帮衬韩日烧，而家韩日烧自助餐，咪系咯，仲荣誉名将啊你真系，我想讲我上个礼拜同啲 friend 去咧，已经冇酒饮啦。冇咗菊花酒啊！系啊，真系一世。系咪系佢连 CY 都冇埋？冇啊！有梅酒咧？冇，即系佢酒牌续唔到啦。我唔知啦，定还是佢根本冇酒牌啊？偷鸡嘅咋？有机会系。诶、哎，嗱、哎，唔知啦，咁就或者批核中，都可能系。向好嗰面谂批核中。嗱，其实好老实，酒牌咧就好简单嘅申请，咁、申请咗，咁你冇人反对咧就自动批噶啦。系啦，你喺嗰个位都冇唔会有人搞你。但系咧，如果有人反对咧，元气，我带个 friend 去元气，咁就出事啦。咁、oh yeah, 就冇啦，有人反对你。Oh yeah, 我想问啊，酒牌嗰个条件会唔会同啲 staff 够唔够18岁有关咧？纯粹好奇问下噶啫。同 staff 够唔够18岁啊？好似无关。O、okay. K， 好似无关。嗯、你嗰啲食品卫生嗰啲都系一个管卅个，唔系卅个人以上嘅场所，一定要有卫生经理，一定要上个堂嗰啲，佢一定有噶啦。啊哈啊哈！酒牌就你冇人反对，基本上就得噶啦。即系唔关入边有冇人够唔够称事啦。哇！入边嗰啲全部都叔叔婶婶嚟噶，其实。我其实我问紧第二啲。另外一个问题系啊。O、okay、K， 好啦，咁既然咧咁样咧，我哋讲到咁混乱啦，我系讲起你讲起酒牌都加两句啦。马会在上个礼拜突然间宣布咧，喺呢个沙田马场咧，全部餐厅都冇得饮酒。吓，系啊 ，not a horse， 唔系啊嘛？因为呢个咩啊嘛？因为呢个都系续酒牌嘅问题。哦，有人反对佢，冇人反对啊。不过唔记得续就我谂系，佢冇即系啲核文员埋炸弹啦、啊，离职。冇理由文员离职埋炸弹啦、啊，仲系。唔系你咁讲，我又谂起有點而無釐啦，加有少少關係。係，即係話算我成日幫襯開嗰間火車無人公司，有一日佢個網頁突然間冇嘢睇，原來佢冇做到 domain name。Oops， 其實我想講咧，我個網咧成日都係咁樣唔記得做 domain name 嘅，跟住嘅過咗三四日之後先突然有人提我咧。逐年逐噶嘛，好慘噶。係啊，佢唔可以一次過俾大嚿錢去做㗎。係、哎、算。唔係，但有啲好似幾年㗎，有啲 package 有啲公司。咁唔知啦，考虑下啦，系啦，我谂到要谂下啦，再谂谂。下次我使唔使背定你个网站个 IP bookmark 定咁样咧？都唔上翻佢 original 嗰、那个，佢 server 嗰个系嘛？系啊，即系嗰次 OK 嗰次个模型网站冧咗档咧，我系 share 咗佢 IP 揼翻入去，揼翻去带入到噶嘛？系啊。嗱，咁跟住落去咧， okay. 就轮到呢个长沙湾荔枝角美孚都唔方会有嘅，咁跟住咧就嗰日咧啊。好似话咩冇黄埔会有啊嘛，但系黄埔未有地铁架，但系再讲多次。Undefined 啦，佢黄埔，但系个网站已经死咗。个网站 Undefined 啦，所以我哋未能够确定黄埔系有冇噶。咁跟住到呢、這个唔系，佢有 Facebook 喎，可以望一望喎。咁跟住我哋循例啦，讲落去啦，丽景、葵芳、葵兴、大窝口都系冇噶。荃湾咧？荃湾有边个？全新天地会一定二一咯。哦，咁好正常嘅，佢其实我嗰阵即系又系冷景峰嗰度啦，嗯，
其实呢嗰陣时我去过，即係我唔知早两集呢我諗住准备呢个事实上身嘅时候呢，我係即係见到佢已经係准备㗎啦，准备緊㗎啦，已经係。哇，哇蒋嘉文。哇。哦，佢真係摆咗个电视喺度喎。咩呀，哦，西班牙咁就出局咗啦。係呀，咁因为呢、這个即係而家呢个世界杯都唔知呀，咁其实呢黄波大把好嘢食嘅，咁唔使够啦，咁唔使我特登去介绍嘅啦，其实所以我都唔諗住介绍黄波，不过你讲荃湾都可以讲讲啦，全新天地而家冇乜特别好嘢，嗰度冇冷气嘅，但系个问题系，有喺有冷气嗰位，有冷气个位嚟嘅，吓亲我，以为冇冷气嗰位播波，真系玩嘢啊，系啊，咁嗰度睇下先，最近全新天地有冇乜特别好嘢食？不过咧，我自己咧就走咗去全新天地隔篱嗰个荃湾广场嗰度咧，嗰间百货公司上高嗰间食咖喱嘅，OK 嘅，嗰个咩红肠咖喱定唔知乜鬼，我记得好似系啊，因为个咖喱嘅价钱比较平啦，40多蚊一个一个餐啦，即系你不论系晏昼定夜晚系40多蚊。啊，咁啊，下午茶20多蚊，但系问题下午茶冇乜特别嘢食嘅啫，所以变咗就但系睇波嘅时间都系深夜啦，变咗你话系即系其实最好就讲紧系佢收工之前，即系10点钟之前食咧，咁我觉得都 OK 嘅，食一个咖喱饭，咁然之后再加埋佢嗰个雪糕咧，好鬼大杯噶，15蚊嘅好似系嗰咩北海道牛奶雪糕 ，OK 嘅，咁、都 OK 喎，系咯。咁啊，不过嗰头都好多选择啦，大把选择啦。荃湾嗰集位做到都唔知道可以讲咩，太多做一个节目俾佢得啦。系咯，荃湾太大，系啦。咁啊，荃湾之后就轮到新界区啦噃，即系既然系咁，咁啊，响呢个马鞍山线就得一个站，有马鞍山站。新港城亦都有个，头先你讲嗰个咩 FIFA 嗰个叫做官方商店啦，又系恒直商场啊，系啊，新港城嘛，系咯，所有恒直嘅集团嘅商场都有。咁话说有一日咧，我唔知点解咧，我就喺嗰度咧新港城嗰个商场底下个街市嗰处咧食咗个牛腩面咧，我觉得 OK。嗰度车仔面出名噶，系啊，嗰个车仔面好好食噶，系啊，所以咧即系你真系识食啊，真系嗰度咁出名，你知嘛？嗰度好好食啊，梗系好食啊。但系我当时唔知噶嘛。我就你咁识食啦嘛就，我有几可去马鞍山啊？咁啊系，所以其实一去到我谂下去边间好就去嗰度食，咁但系咧都系嗰句啦，睇波嘅朋友即系早少少去食，因为街市嚟噶会闩门噶，街市要早闩，街市系唔会开通顶。唔系 ，sorry， 应该调翻转，应该调翻转系睇完食完睇完之后食早餐，就食个车仔面早餐。哇，都 OK 嘅，好丰富。系咯，唔系咁睇下你对于嗰场波满意唔满意咯。即系如果你系英格兰 fans 嘅，啊，英格兰出咗局 ，Oops， 可能英格兰嘅 fans 转咗会去哥斯达黎加 fans， 唔知啦。你好讲嗰场哥斯达黎加，我哋 FC 嘅股波，我真系第一次，即系其实咧，今年实在太多爆冷赛果，所以有好几场咧就系、是、全部都唔中。其中一场咧就寻晚嗰场乜鬼嘢，即系哥斯达黎加嗰场系全部都唔中噶，全军尽墨啊！我谂嗱，即系嗱，我哋有个表啦，即系当然亦都喺呢个电视像版睇唔到嘅，你睇下成行灰晒噶，啊唔系呢行有人中咗三分噶，阿 Ryan 中咗三分噶，意大利对哥斯达黎加嗰场全灰、哦，全灰系、哦、啦，跟住轮到。哥伦比亚对科特迪亚，我究竟几多日冇分进账啊？你啊，睇下先，数数先，呢度三场一日啦，三场两日啦，你都系两日冇分啫。咁都好啲，你好咁啊，系嘅，你起码叫好过余 Ken 先啦。算法啦，余 Ken 日日都有分进账嘅，但系一分一分咁入咯。你见咁，你见到月光起码有三分先啦。嗱，你有五分添啦，系咯。第一日爆咗一场揭幕战五分，跟住一路都登到。正打啦！如果我唔系有榴莲爱好者嗰廿分抵分，榴莲爱好者啊！阿 Frankie 有冇讲过佢系咪榴莲爱好者？有啊！哎呀，你听翻
上集啦。原来系咁，唔系上集。咪后，咪后讲，咪后，哦，咪后系啊。不有人话想扮新手加廿分咧，跟住我同 friend， 我考勤问阿 friend 食唔食榴莲嘅？食嘅，嗯，咁得啦。呢廿分原本叫新手分，而家叫榴莲嘅好者。跟住系啊，因为佢哋话要生拍一只榴莲，咁样先至有廿分啊嘛。跟住我咁，我唔要廿分。系啦，咁总之咧，今个礼拜估啲乜就大家留意 Only One FC 啦。好，咁啊，即系有啲39-0嗰啲啊。我第一次讲咗。唉，啲啊真系。OK， 咁啊，跟住就再入就冇噶啦，马铁冇啦，即系马铁已经 KO 啦，东铁都冇啊，好似东铁 KO 上水广场咧，上水边有啲嘢搞噶，又系、啊、有位开药房啊，药房金铺波波系咯，卖尿片啊，仲卖仲波波。谂起上水咧，大家要记住啦，星期日咧要去啲指定嘅投注站投注啦，吓、啊嗯，即系。系啦，要去指定投注站投注嘅，咁、嗯、有呢个好多嘅项目俾你投注噶，咁、哦、所以咧系啦，记住啦，记住拣清楚先好买，系啦，冇错，记住拣清楚先好买，咁我哋都冇人买乜你买乜，冇错啦，我哋会 Facebook 咧会教大家点样去投注噶嗰度啊，好，跟住落去咧，我哋讲剩翻一条啦，西铁线啦，屯门。唔有啩？有啊，两个场添啊 ，V City 同埋市广场一齐啊 ，V City 咁近咁近啊！我仲有今日咧，我哋做节目之前咧，我系特登走去 V City 嗰度咧，即系我 confirm 下佢。我唔系去 confirm 佢咁简单，我系向揿识佢。唔系，因为我谂住咧，我哋第一节嗰个新闻嘅时候咧，独家嘢，咁谂住咧就要影低啲相嘅。点、知咧，影等极都冇嗰个第四期轻铁出嚟。咁我谂住落到去呢个屯门站咁样睇下有冇啦，都冇咁啊，咁啊之后咧就走咗去呢个买啲今日我哋事实上新嗰啲嘢，下一节会有噶啦。咁啊，跟住就去到翻转头咁落去屯门市广场食嘢。咁咧，所以咧我就知道原来 V City 系有条路行过去咧，系好近噶，同埋系有盖通道有冷气添噶。市中心你食咩啊？食名将啊？有名将嘅咩？有屯门有两间喺边啊？一间响市中心，一间响翠怡居。市中心嘅边个商场先？嗱 ，V City 系市中心吓，咩锦华坊系市中心，定系华都啊？唔系华都，唔系华都啊？近巴士站嗰堆嚟噶，近巴士站嗰堆时代广场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好似时代、地下嚟噶间嘢。对唔住啊，我今日唔喺嗰度，我今日咧就食咗一间咧，就响呢、這个屯门市广场二楼嗰度咧有一间咧食乌冬嘅。其实呢间嘢咧，我一早喺乐富想试嘅，不过问题咧好贵噶嗰间嘢。系、应该咁样讲啦，我哋成班同事咧去乐富咧，唔知点解咧就会自动行咗去街市嘅。就食嗰个云吞面嘅，咁所以我今日咧特登自己又去食嗰个卷龟啦吓，咁样，你唔好话，我今日食咧佢都算抵嘅，你唔好话，我而家先知原来下午茶咧系有汽水送噶，系噶，系咯，我而家先知咯，咁啊，我今日食嗰个咖喱牛肉乌冬，大家睇相啦，而家望到相啦，系啦，哇，你冇忍我啦，未食晚饭啊，咁然之后我加一个鸡棒咯，哦，就54蚊。都 OK 啦，其实我得个价钱。但我喺屋企楼下嗰间食咧，冇60蚊都买唔到单。你加几多个嗰啲咩天妇罗啊？两件咁大把，以为放题添。我得加一件啫嘛，我54蚊，所以你加两件，我真系。我嗰个面正面嚟噶咋，冇送噶。哦，咁样20几蚊加两件，40零嘅啫喎。佢唔止廿几咧个面底，OK 咁样好啦，咁啊既然系咁啦，啲世界杯要食啲乜嘢，大家就已经听到呢度为止噶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唔少得啊，仲要买啲零食翻去自己去慢慢去食嘅，咁啊讲到零食啦，当然啊唔少得我哋下一节噶啦，咁啊我哋点解个系啦，唔少得口痕.com，系啦，系牙痕.net。咩啊？嗰日先搞笑，我真系越谂越搞笑。我哋而家咧，我哋有个WhatsApp group 咧，就系古波 group 嚟噶。系咁古波 group 嗰度咧，而家越讲越好笑。即系除咗我哋 Open FC 讲过嗰啲大蛇嗰啲乜鬼嘢咩啊阿俊天啊啊吓之外咧，另外就我记得好似唔知边日咧有人讲嘅，就话咩啊
即係要食嗰啲零食就要咩口痕 .com.my 啦，有呢個咩口痕 .co.jp 啦，呢個月光講嘅，我講嘅，你講你講係，係啦，即係講到咁嘅係，牙痕 .net， 係啦，估唔到今日再多一個。我哋唔希望话即係有人因为咁嘅关系呢而有呢个咩经济上嘅损失啦，我哋算马啦，係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话咩日日带唐老鸭返工，你搞咩呀？唔得㗎。得，下一节翻嚟，下一节翻嚟试下上身咧，咁我哋咧就会有啲都系继续系有薯片同埋饼咧，为陪大家睇波噶。仲有今日咧，我哋系准备咗真正嘅无酒精葡萄酒，好嘢，好嘢，休息翻嚟再见。足球解读重新出发 ，Only One Radio 一足即发。大家好，我是李德文。在瑞士的山区有一群羊，成日都唔鬼知道自己做紧咩，所以叫羊咩。喺香港有两个人，成日都喺度吹水，唔知道自己讲咩，所以叫做吹咩。根据生物学家分析，逢星期二听一听令人精神爽利、恨气活血、舒筋活络、止屙止呕、生活愉快、日日开开心心。正喎，等我听下先。逢星期二一定要听 Only One Radio 的吹咩。